够晒热闹啦。老鬼，呢次啊，你有排好受啦。相见时难，便亦难。东风无力，百花残。木兰，你终于都嚟。其实我不应该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样样事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但是有一样，我们始终都没有变了。我知道。木兰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学其他的江湖儿女一样，为情为爱放胆去做？木兰，你同我走，我哋走到天涯海角。你明知咁系冇可能嘅，我可以咁做，但系我知道你唔能够做啲对人唔住，同埋对你阿爹唔住嘅事。今次系我第一次由南宫世家偷走出嚟见你，亦都系最后一次。吓、啊？最后一次？我已经是南宫世家的人，而你就是灵王郡主的师傅。没错，我们大家都是有面子的人，但是难道我们为了明星就要抛弃一切吗？总之你以后不要记住有钟木兰这个人，你就当他死了。唉，乜我咁论尽啊，跟错人都有嘅。你两个慢慢淡定啊，老子都翻嚟瞓下啦。不要去啊，一定有人跟踪你。站在那里，你是谁？阿英，你要命，小人不过是一时好奇而已。你要命，你要命。鼠辈，到底是谁叫你来监视我的？你说。谁有人派我来的？阿英，你饶过我啦！我家上有80岁的高堂，下有3岁的仔女，你饶过我啦！你乱讲！如果你是一个寻常的老百姓，怎会有这样的轻功啊？几乎连我都瞒过。你仲讲大话？二郎，点解你仲走？俾人知道你同萧三喺埋一齐，串咗出去啊！不但你自己冇面啊，连南宫世家面都俾丢清埋啊！我只不过同佢讲声再见啫嘛，我信你啫，但系信唔信你啊？走啦！但系、你放心啦，佢哋边个都唔会伤到边个噶啦。佢系边个？咪一国专揭人私秘嘅老人。